key 档，你看 key 档的那一种有没有？就在那一种的 key 档 key 档那一种有没有？然后呢，那个还算小 case。隔天去哪里？去那个白龙王那边。白龙王多一个礼拜开放三天，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三天，而且一天他是看100个。如果要去那个白龙王的话，你给人家算命的话呢，很辛苦。早上3点一定要排队了，因为最后100个他不看的那的话呢，我们去那边从他万古到帕塔利，刚好白龙王他是在万古帕塔的路中间，你知道吗？车子转进去大概5-6公里的车子，从这一边开始的，这个功率最小开始的车上大哥，开始每个人都起打。很轻松，就整个难度好像看电影一模一样的那种，对，在那边就开始了，每队都是开始踢打，当时不是最衰是谁？像他那个领队，那个领队的话呢，是一个大姐，啊，黑人区，就是这边，说有些餐厅的话呢，都是学什么？阿拉伯字，对不对？阿拉伯字，然后右手边带你那个 F1， 对吧？那 F1 那个赛车的那种去年冠军，对不对？阿斯塔啊，以前在国那个第一，现在第二的那种。第一个事情的，怕丢，你先到柜台那边，先报你东西几号，多少钱，先报柜台那边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下很简单，你到最后一站的才40块而已的，到最后一站你下来换另外一条就转。所以说这都很特别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啊，那这个这边的话，你不是来到这边，为什么？你就练跟团不一样，你的自由行左左要看看的，蛮好。可是为什么1年比1年多那个字啊，真的很多。所以说那个什么，并不是曼谷那个马路不多，马路也是很多，可是曼谷的马路它做很得到那个火灾跟天灾，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可是它。那个证书，是他后面的，没发生，所有百货公司跟他的 B 组所，然后现在就。